子兰，子兰，哟，醒了，正好，刚出锅的面，趁热吃，来。这大清早的就献殷勤，肯定没什么好事儿。瞧你这话说的。哎呀，说起来啊，我昨晚其实没睡好啊。怎么了？做噩梦了呗。我梦见抗联的兄弟在山里面找不到吃的，一个一个都被冰雪给冻死了，在那儿一动不动的，跟雕塑似的。他们在山里一定很苦，能不苦吗？还得留着命打鬼子呢。实在是撑不住了，就扒树皮搓软了脚了，渴了就抓把雪直接塞进嘴里，困了就掏个雪窝子。行了，别说了。对不起，我不应该说这些。你赶紧吃吧，要不然一会儿坨了。你给他们多送点钱过去吧，也算是我一点心意。谢谢你，我代表同志们谢谢你。哎呀，行了，别整这些虚的，你们个个都是好样的。哎呀，我呢，只能做这些了，希望你们不要嫌弃。你能别这么说吗？你能这么做，我是打心底里感激。其实，正是因为有你这样的老百姓，我们共产党才打不垮。虽然经历万难千险，我们依然勇往直前，为的就是保护老百姓。你们为什么不把东北收回来呢？哪那么容易啊？老蒋80万兵都跑了，我们共产党才多少人？不过早晚有一天会打回来的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我们共产党没你想的那么壮大，现在是缺兵少将，但是不缺决心。其实我也觉得好奇，当年有一个女的也是抗联的，叫赵一曼，都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了，她就是不开口。我在想，大家都是一样的，都是血肉之躯，为什么你们就像铁打的一样？子兰，那是因为我们有信仰，因为有信仰，所以赵一曼同志才宁死不屈；因为有信仰，所以革命的火种才永不熄灭。子兰，我知道你跟我们一样，也想把日本人赶出中国，对吧？真的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只要人人抗争，和党走在一起，一定可以。加入我们吧，我可以做你的入党介绍人。你邀请我加入共产党？对，因为你是正义的人，是一个明辨是非的人，我们需要你。子兰，行了，不要说了。好，我不说了。子兰，我想求你一件事。治安主任的事情，你能不能再想想？
如果我可以成为治安主任的话，对我接下来的任务有很大的帮助。你们在哈城要一直潜伏着吗？我有这个打算。回头再说吧。从前有一只母老虎，放学回家，突然碰到了一只公老虎，啊！么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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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么！你猜他们两个亲完嘴以后会干什么呢？啊！赵队长，哎，玲子，我听说你去了中学当日文老师。教日语是我能胜任的工作。哎，那照顾好你也是我能胜任的工作。哎，我知道有个地方新开了家餐馆，我带你去尝尝吧。可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呢，我就不去了。哎，玲子，你别不给我面子呀，是吧？赵队长，我真的还有事儿，下次吧啊。不是，也用不了多久，是吧？走，去尝尝吧。不是，也不干啥其他事儿啊。走吧，就吃个饭。你这大家干嘛呢？马先生，白鸭姐姐，玲子小姐，好久不见。您这是？啊，赵队长说要带我去吃饭。可是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呢，所以就别不懂事儿，回去。不是，你回去。那咱改下次啊。嗯。哎，行，车还给你了。马先生，谢谢你啊。玲子小姐，真对不住啊。其实大江这人啊，他心不坏，就是做事鲁莽了一些，您别见怪。要是能像您一样有点绅士风度就更好了。可千万别这么说，我还差得远着呢。哦，对了，我和大江准备去菜市场买菜。哦，那我们就先走了，就不送你了。那马先生再见。那我们下回见。大江姐再见。嗯。いい男の鏡ね。哎呀，这小妖精，这可真够甜的啊！哟，你是不是看上这小妖精了？说什么呢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只认赵子兰啊，别想再勾搭别人。好，好，好。你跟日本人做朋友是无法生存的。想要生存，靠的还得是我们中国人自己。在国家危亡之际，你想生存，生存空间是打出来的，不是求出来的。所以赵一曼同志才宁死不屈，因为有信仰，所以革命的火种才永不熄灭。子兰，我知道你跟我们一样，也想把日本人赶出中国，对吧？来，请喝茶。谢谢啊。秀美，每次到你这来喝茶都让人感到很温暖。是吗？那你就常来呀，
赵老板，您很率真，我喜欢跟你聊天。真的吗？嗯，那太好了。秀美，我今天来其实是有一件事情想请你帮忙。啊，是这样的，赵老板，如果是关于宗善君工作上的事情，那我可能要跟你说一声抱歉了，因为他一向不允许我参与的。啊，我知道。嗯，其实是这样的，我抓到了抗联，但是我希望治安主任能够由我男人来当，我又不知道怎么跟大佐阁下开口。啊，是这件事儿，那我帮你想想办法吧。啊，真的吗？那太好了，谢谢啊，秀美。您太客气了，来，请喝茶。宋向君，今天的饭菜可口吗？一如既往。嗯。嗯，欧尼酱，我发现你的中文说得越来越好了。真的？嗯，谢谢谢谢。嗯。可是为什么我们在家还要说中文呀？林子，我们现在是在哪里？在哈城啊。没错，我们既然是在这里生根，以后要永远统治这里，那我们要一定融入这里。那为什么学校还要教日文呢？干脆永远说中国话就好了嘛。林子，这代中国人已经无法彻底的像我们大日本帝国优秀民族一样生存了，我们要改变的就是他们的下一代，这就是在学校教日语的意义。但是我们要管理这代人，这又是汉语存在的意义。难道几十年后哈城才可以像我们的家乡一样那么的美好？没错，其实啊，在中国人里也有不错的人的，比如说赵子兰，赵老板。对，他是很好，很友善，对于我们真的像朋友。是的，之前赵子兰来找我，他跟我提到说你想让他作为中国人的治安主任。是的，有这个想法。他跟我说出了他的担忧。哦，他说他又要管理客栈，又要担任中国人的治安主任，怕会兼顾不过来，但是又怕这个差事落到别人手里会影响到哈城的治安，所以他想向您推荐一个更合适的人选。马明祥，说起来马先生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呢。经过几次接触，我觉得马先生这个人确实与众不同，我也觉得他可以胜任。秀梅觉得马明香真的是一个不错的人选。嗯，马先生有学识有风度，还是赵子兰的左右手，我觉得他当和赵子兰当没有什么区别嘛。所以你讲，你真的可以考虑让他来当这个治安主任。嗯，好吧，那我考虑一下。但是下次这样的事情让他直接教我吧。是的，秀美明白了。欧尼酱，谢谢。赶紧的，把衣服换了。为什么？好好的换什么衣服啊？山田来了。山田？他来干什么？他来接我们去参加任职大会的。任职大会？对，会上会宣布治安主任的人选，赶紧吧，换衣服。这人选定下来了吗？你知道是谁吗？不知道。哎呀，行了，赶紧的吧，啊。我换衣服。我也要换。那你先。你不是我男人吗？还回避什么？逗你玩呢，瞧把你紧张的。
你换吧。今天在这里能够看到很多朋友的到来，我真想有福，非常高兴。首先我想向诸位介绍一下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人，她是我最亲爱的也是唯一的妹妹，村上林子。他来哈城已经有半个月，在哈城公立立语学校担任立语教员，请大家以后多多指教，请多多关照。今天请大家来，我还有些话要说。早些时候，日本军部提出了大东亚公路计划。整个哈城归为大东亚圈内，我希望大家和哈城一起能够共扶共荣。那么什么是共荣呢？之前马明山先生从土匪的枪下英勇救下了我的妹妹，这件事就是共荣，一个中国人却救了日本女子。她当时不知道是我的妹妹，就是一股正义的力量驱使，对吧？这就是共荣。我再次强调，我们管控哈城不是为了占领，而是为了让整个满洲国更加繁荣昌盛。而美丽大方却英勇无比的赵子兰教老，前几天更是一举杀了三个，企图破坏和平的抗联，用行动保卫着我们的幸福生活。我曾经说过，谁抓到抗联，谁就是治安主任。为了表达我的感激，兑现我的承诺，为了早日实现大东亚共荣，彻底消灭那些企图颠覆摧毁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幸福生活的犯罪分子，我决定任命马明山先生为哈城民办治安主任，全权负责协助我们大日本帝国和哈城人民交流和融合，真正实现大东亚共荣。大佐阁下，马明山不是治安员，他怎么能当治安主任呢？对，原本马先生是不在名单上，但是原本的人选叫老板有客栈生意，又是女子，许多不便，所以我认为一家承担，将此位置给予英勇的马先生，请鼓掌。那现在就请马先生发表一下任职感言吧。汗流半面，带上去。谢谢。谢谢。
诸位朋友，我是马明山，大佐阁下任命我为治安主任，那是对我的信任，我感到非常非常的荣幸。与此同时啊，也感到非常的惭愧。在我看来，我所做的是我们满洲国人每一个人应该去做的。虚头巴脑，虚头巴脑。哎，兄弟，你总得给我留一个呀，这来贺州的客人都会再点一两个窝头，那您这要是都买光了，我这粥卖给谁去啊？是不是？也是哈。那我就要这些吧。好嘞，好嘞，给你钱。好。哎，兄弟。哎，这原来没见过你啊，刚搬过来的吧？嗯，是。那您买这么多窝头，是要吃到过年呢？俺家人口多，就多买点。哎，那您慢走啊。哎哎。看着点儿，我以后一定会竭尽全力的去做好我的本职工作，努力的去配合好大佐阁下的工作，也希望在场的诸位能够积极的配合好我的工作。谢谢，谢谢。那现在宣布宴会正式开始。刚才申报那个姑娘呢？走了呀。去哪儿了？不知道。现在高兴了吧？真是太突然了。你什么时候跟他说的？这你就别管了。谢谢。谢谢您，马先生，我敬您一杯。来。林子小姐，别总这么客气，救你一命啊，也是应分的事儿。那可不行，以后我的命可有一半就是马先生的呢。啊？什么时候想拿回去啊？就告诉我啊！啊，不敢，不敢。马先生，别总跟我这么客气，以后我们就是朋友，好吗？当然好了。那你们就先吃着，我去那边陪我哥哥那些讨厌的同事们喝几杯。啊，好，好，失陪了。失陪了。林子小姐笑得真甜啊。有吗？没注意啊。你敢注意吗？我们还是坐下吧。有没了，有了。
天家坊の手下かな。子兰，你说村上跟山田说什么呢？神神秘秘的，肯定没什么好事儿。山田走了，他们该不会是发现了什么吧？你去打探一下。马老板，嘿，应该叫马主任。我说你以前可是说哈城的治安主任啊，非我魏老板不可。哎呀，其实是非你不可。哎呀，以后我们都得让你关照了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说实话，魏老哥，您对我和子兰是多番照顾，我正愁着没地方报答呢。以后有什么事儿，尽管说啊，尽管说。哎，那个，我一会儿来陪你啊，先让子兰陪你们一会儿。我想去。那不行，我们这杯酒是专门来敬你的，怎么着？不给我面子？这话说的怎么可能嘛，对不对？当家的你就喝一杯。哎，来来来来，魏大哥，来，诸位，魏大哥，来来来，以后还要仰仗大家多多关照啊。哎，您这真是海量啊！哎，还没完呢，每人敬一个。哎，来来来，上酒上酒。魏大哥，您这……哎呀，今天开心呐！啊，好好好，太君，您找的那个可疑的人就在这一带把我甩掉了，他心里肯定有鬼，要不然他就不会那么鬼鬼祟祟的了。他去哪里了？太君，这我真没看见，不过您要找的人估计就在这一带。好的，你赶快去去。嘿，我大家再等一会儿，给。嘿嘿。喝喝喝，没问题，我不祝贺你啊。喝喝，走，你都都喝。哎，走吧。媳妇儿晕。嘿，焦老板。嗯，马主任。嗯，大佐阁下。我让我的司机送两位回去吧。不用了，大佐阁下，我们喝了酒，正想散散步、醒醒酒呢。好吧，那我不送你们了，一路小心啊。大佐阁下，您放心，我一定帮您治理好哈城。好吧，我们共同努力。共同努力，努力，努力。好好。哎呀，你行不行啊？真醉了。没有，我觉得村上似乎发觉了什么，不行，我得赶紧去找他们。马明山，我告诉你，你下次要再喝多，老娘才不管你呢，听到没有？哎呀，怎么了？不行，媳妇，怎么了？魏大哥，啊，主任这是怎么了？啊，看看他，大街上吵起来了，你看。喝多了呗，媳妇儿，不能喝就少喝点儿啊，兄弟。哎呀，上车吧，啊，我送你们回家。不用，我是谁？我是治安主任马明山，我得巡视哈城。哎，这么的啊，大媳妇儿，您受累，帮我把魏老柴接回去。啊，我呢，还想在这大街上再溜达溜达。你回去之后再整俩菜，我魏老财接着喝，好不好？啊，好。哎呀，喝多了。那魏老财就拜托你了啊。哎，这你放心，这你放心啊。溜达溜达，慢点，慢点。我要治理。不管你了啊！不管你了，别管我。哎呀，子兰妹子，咱上车吧。你不能连我的面子也不给吧？行，走。没事儿，哎，死样。少佐，探しました。いません。最後、あの西の家だけです。いざ。おい。Thank you.
수사 들어. 마다 戦え. 그래서 出て行った ばかり ということか. また逃げられたな. 行くぞ. 思兰姐，这咋回事啊？这都啥时候了？你上课咋还不回来呢？我知道你们当官了，特意做了这么一大桌子菜。谁知道这个死鬼去哪儿了呀？不管他了，你先吃。菜都凉了。姐，哎，山哥会不会出事了？啊？都说抗联在城里。会不会盯上山哥了？没事儿，估计啊他是喝多了上哪吐去了。我先上楼了，吃吧。休息休息，我自己等我山哥，显得我多贤惠的。子兰，子兰，你啥时候回来的呀？咋没看你上来呢？哦，我这不喝多了吗？头晕，就自己上来了，没跟你们打招呼。晕？啊！我看你挺清醒的呀，晕什么晕啊？晕，真晕！哎呦！哎，这屋里什么味儿啊？啊？好像是什么东西发臭了。有吗？我怎么没闻到？是不是我床下有死耗子呀？啊？怎么会？哎，我来看。你这伤口不是刚刚好吗？别撑着了啊，我来看。哎呀，没有啊，子兰，这床底下可干净了，什么也没有。什么也没有。不对吧？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哎，没有。怎么可能嘛！我怎么可能会有事情瞒着你呢？肯定有事瞒着我。你的那些人呢？找到了？哦，没有，我没有找到他们。这心里又有点难受，所以就在大街上瞎溜达，醒醒酒。少胡扯！因为我信你啊。撂什么蹶子啊？没有。撂蹶子干什么？这小腿这儿痒。我蹭蹭，哎，你毛病还挺多，就觉得你有事儿，说。是不是你们抗联的又给我惹事儿了？没有。我天哪！你们是不是把山田给杀了？没，真没。真没。真没。还不说实话是不是？真是应了那句老话啊，宁愿相信世界上有鬼，也不要相信你们男人这张嘴。什么声音啊？啊，什么什么声音啊？你说什么？不说是不是？行，你不说是不是？我一把火把这屋子给烧了。子兰，至于吗？出来吧！都他娘的给我滚出来！不出来是不是？我放火了啊！兄弟们，都出来吧！子兰。
实在抱歉，我是实在是没办法了。这山田发现了他们的藏身之地，我没有办法，只有把他们带回来了。行啊，马明山，你刚刚当上治安主任，第一天就给我惹事儿，要他们别来，你还敢带到我屋里来？我，哎，赵老板，俺们几个早就听说您是行侠仗义的侠女，这是江湖救急，多谢，多谢。你算哪根葱啊？还跟我提江湖？说你这么胖，你怎么进去的？让赵老板见笑了。刚才你们都看见了吗？咋出来的？咋进去的？姐夫，大江。姐夫，哎，行了，别躲了。姐夫，找你呢，赶紧去应付他呀！回来再找你算账。哎，好好，快去。哎，大江，恭喜姐夫，贺喜姐夫，客气客气，这回当大官了。哎，我姐在吗？哦。那个他还没回来呢，没在。正好，走。哎，大江，干嘛去？趁他不在，咱们喝两盅，给你庆祝一下啊。听我说，今天晚上你姐夫喝多了，头都晕了，不能再喝了，咱们改天好不好？什么不喝了？你不跟我喝，就是不给我面子。瞧你这话说的，我是你姐夫，咱们俩之间还需要说这些吗？啊？行行行，赶紧回屋歇着去吧。哎，不行，有个事儿得先跟你打个招呼。啊，你说，我手底下那帮兄弟这次没少处理，以后你得多照着点儿。放心吧，你赶紧回屋歇着呢啊！你看这一身酒气。山哥，哎呀，山哥，你啥时候回来的呀？啊？干什么？你放开！哎呀，我等你老长时间了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行了，我还在这儿呢，要点脸行不行？咋的？我搂着我喜欢的男人，要你管啊？啊！大爷，大爷，你找我到底什么事儿？治安主任，山哥你太厉害了！呀，我武大呀这眼光实在是太好了。走，山哥，咱俩上我屋，喝几杯，走。哎，不不，大爷，你听我跟你说啊，我今天是真的不能再喝了，咱明天行不行？再说去你屋，这也不合适啊。那上你屋。大爷，大爷，大爷，我说了明天，咱们明天喝，行不？哎呀，别喝，没喝都该喝。这是我的，我的酒，我的。别别别！不是，姐夫啊，不对啊，啊，你不说这屋里没人吗？那这门是谁在里头锁上的？啊啊，门锁了吗？哎，对呀，这门怎么锁了？哎呀，还不是因为你，我听见你回来就赶紧出门，把自己锁在外头了。没事没事，等你姐回来我就能进去了啊。行了行了，你们赶紧回屋歇着去吧。这样，明天我请你们去外面，咱们吃顿好的，一醉方休，好不好？现在赶紧回去吧。不对，你不是不能喝，你一定有事瞒着我们。我有什么事瞒着你们呀？这里边是不是藏了别的小姑娘啊？哎，不是。哎呀，行了。行了，大爷，你听我带，哎呀，回家了，别闹了，行不行啊？你们，我现在就担心你做了啥对不起我紫兰姐和我的事儿。不是，哎哎哎，大爷，你听我说，你就算是给我一百个胆儿，我也不敢呢。你说是不是？怎么就不敢了？你胆可大了，你。大爷，开门！哎呦，我求你了，大爷，你戳那干啥呢？你赶紧把这个门踹开，快把这狐狸精给弄出来呀！回去吧，我就喜欢狐狸精。哎呀，大将，大将。狐狸精？谁是狐狸精啊？谁是狐狸精？料有完没完啊！我跟当家的想早点休息，还不够你们俩瞎掺和的呢！喝酒喝酒喝什么酒？赶紧滚回屋去！走，当家的，咱们俩睡觉。哎，好，赶紧回去歇着吧。要不咱俩喝点？跟你喝得着吗？我，
我的酒。山哥，我明天再来找你啊。我明天再来找你啊。那。等你张开温暖的臂膀。